我最近瞟了一个智能马桶盖，它每次都偷偷的关上。纸巾，当然还有更重要的，这边有可以烘干的功能。同样呢，有温度可以选30、40、47、52度。除了我们上面说到这些角度、位置，还有就力道、温度可以调以外呢，另外它的冲洗功能，还有就冷热水反复交替。当然，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功能呢，一定要你的人压在这个马桶圈上，让它感应到你，它才会实现。最后呢，我再来说两点，这两点呢是相对比较小的功能，但是却能给你入厕体验带来很大的便利。在夜间呢，它会有一个小夜灯在这个马桶圈的里面，这个夜灯呢是根据周围环境的灯光感应来实现的。另外呢，它这个里面内置了一个滤芯，这个棉滤芯呢就可以过滤一些水质，比如说有些城市的水质呢的确是比较一般，那这样的话会让它冲出来的水呢更加干净。前面我们也说了，因为马桶盖呢和马桶不是一个系统，所以它无法实现自动冲水功能。但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你可以如果不想换整个马桶，只换马桶盖，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廉的价格获得它这种比较好的体验啦。那各位小伙伴，我是陆江先生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
它这个马桶盖呢还是能兼容大部分马桶的，而且会有专人上门安装，记得去详情页里看一下适不适合的。